令前往五台进香，路过贵宝地，立当广结善缘。还有疑难杂症、邪魔鬼祟，请到茅山林铺立刻驱魔治病。听到有呼风唤雨之法术。山东人呢，山东诸城啊，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？怎么啊？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。嗯，哎，我小刚哥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上伯伯，上伯伯干什么去了？上伯伯那个地产造印，你没说吗？怎么一刀去耍吧？啊，这就是山东话啊！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，一点这味儿也没有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。哦，诸葛亮做大仗，拿起令箭一派将，山东味儿的。哎，我说马谡哪去了？哎，马谡向哪个地方去了？嗯，哎，马谡听令，马谡过来啊，是也这味儿。叫你去镇守寨亭，你可敢去？嗯，哎，分向你学习吧。不是镇守寨亭吗？小爷什么大关系？告诉你学呗，叫你我你就抢。准备打起来了！笑嘻嘻，眼前来到了兴隆居，这兴隆居还真兴隆，包子一笼又一笼。大掌柜要发财，这金银元宝一起来。哎，你怎么那么贫呢？说我贫，我就贫，这不偷不谋是个好人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你！大掌柜的，你别横，你的包子不干净。馅里边可有苍蝇，吃了管把您肚子疼。哎，请里面，里面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金银大鼓大将就上场了啊！沈龙先生，金银大鼓啊！哎，先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沈龙先生大西将就上场了。哎，请请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哎，里面，里面，请请请，大西将啊，喊金大鼓的，赶快进去。黄月琴姑娘唱了一段生死恨，您瞧她唱的是字正腔圆，是真不错。现在
换上学徒我来，给您的换换耳音，伺候您一段京韵大鼓《大西厢》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好、啊。哎，宝贝儿啊，你的莺莺，哎，谁的张胜啊？啊？哎哎，那不是吗？唱得好与不好，请诸君多多原谅。香闺低头不语，默默无言，咬耳受损，也写着他的姓。眼手儿托着他的腮帮。您要问这莺莺呀，得的本是什么样的病？忽然间我就想起了谁呀？那就是张。我就想张生，想的我呀一天也吃不下去半碗饭，盼张郎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，汤不是汤来呀，那是奴家我的饭。您瞧饿的我前来心贴在了后墙，你们谁见过这十七八的大姑娘，她走道儿拄着拐棍，这个姑娘要是离了拐棍啊，那她怎么样呢？手儿就得扶墙，墙打着我的精神啊，我就走了两步啊。宝贝儿，那个又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可不好了，大红缎子的绣花衔着的底儿，怎么不就挡得了棒啊？谢谢。哦，这位大爷又赏一块。妈呀，您去问问他这姓什么来。看我闺女，学徒我初学乍练，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要请各位多多的包涵。
说快说话。新娘真不错，长不错，多给吆喝两声。是。谢谢各位，闺女，跟各位大爷们讨个赏钱吧。各位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各位，各位有钱的帮个前场，没钱的站脚助威。各位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各位，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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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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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疼吗？疼。大姑娘。大爷。放规矩点儿。宝贝儿，到这个地方来还讲规矩啊？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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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帮王八羔子还不如抓着司令部去。不是，干什么？这还有王法，你们讲不讲理？妈，这是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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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起来！爹，站住！爹，走！爹，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爹，走！爹，请问你，你想把这位老大爷带到什么地儿去？管你什么事啊！你站上去。你话总不犯法吧？看样子你倒像个读书人，我看你还少管闲事啊！你自己为非作歹，还要打人抓人，凭什么？妈了个巴！你活计，带走！是是。干什么呢？大学生。姓什么？姓范。住什么地方？东平胡同一号。那么军需处的陶处长是你什么人？是我表哥。这骂了吧啊，谁叫你们乱抓人了啊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啊。这那么你可以把他们两位放了吧。是当爷，当爷，谁叫你们乱抓人了还不把人放了？是。对不起，我他妈把这该死，对不起。你们出来进宫惹事还不滚蛋？走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放手啊，对不起，走走走，对不起。爹，你不要紧的。不要紧，这一下子算得了什么？那位先生呢？你这孩子，禁锢了照顾我了，你也不去谢谢人啊？啊，爹，哎，爹，你坐着歇会儿吧，我去找他。好，你快去谢谢人家啊。哦，我去了。啊，快去啊，快点去。大爷，你是南方人，我是杭州人。大爷，咱们是一见如故，尽管喝，可别客气。来，我先干杯。来，再来。
我还没请问您贵姓。我姓关，我叫关寿峰，我那个闺女叫秀珠。老大爷，你们爷俩靠卖艺过日子够吗？过日子说不上够不够，钱多了多用，钱少了少花，不能黑着良心去找钱，做人得图个心安理得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对，老大爷，您真是一个爽快的人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来，干杯。爹。关姑娘，你也坐吗？不，谢谢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怕你喝醉了，所以来告诉你，你还是少喝点吧。这什么话？爹请客，你说少喝点，那么客人还能喝吗？范先生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你不要听我爹胡说。行行行行，当着客人骂爹，这像话吗？爹。啊，老大爷，是不是刚才给他们打伤了？不要紧，那下子能伤得了我。来，喝酒。表少爷。表少爷，等着您呢。表哥、表嫂，家叔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表哥到处找你。啊、哦？有什么事吗？你表哥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呢，一会儿人就来了。女朋友？嗯。谁？就是何厅长的小姐何丽霞。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再说嘛，我也不想认识什么厅长的千金。家叔，这是很好的机会哟。家叔。升官发财你不想啊，况且何小姐长得美得像朵花似的，待会人来了你一看见就不由得你不愿意了。哎，来了，刘夫啊。哎呀，你来了，我们等了你老半天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何小姐里边坐。哎，这就是我表弟范家树。你是？我是何丽霞。何厅长的千金。怎么了？你们见过？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不，没见过。看你们两个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就好像见过一样。请坐。哎，哎，何小姐平时有什么消遣呢？嗨，还不是听听戏跳跳舞吗？啊、哦，嗯、哦，范先生，你喜不喜欢跳舞的？啊，惭愧得很，我根本不会。很容易的，一学就会了。是，一点也不难。啊、哦，今儿晚上我们有班朋友约好了在北京饭店去跳舞，你们也去好吗？啊，令尊大人也去吗？嗯，我想他得去吧。啊，一定奉陪，一定奉陪。好极了，今儿晚上我想请范先生做我的舞伴儿。我去。你找谁呀、啊？不找谁。啊，凤信啊，干嘛？那家伙老在我们门口晃来晃去，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儿。你说的是谁呀、啊？就是听大鼓的那小伙子。啊，好几次了，他老在我们这儿晃悠，真是个怪人。哦，是他呀。哎，玉琴呐。哎，你说谁呀、啊？一个不相干的小伙子。臭小子，好的不学，学他妈掉棒子。您找谁呀？
我是往那边去的。啊。哎，那是死胡同，您那走不通的。我该走那边。你请上我们那儿坐会儿去吧，我就住这儿。啊，方便吗？行啊。请坐呀。啊，妈呀，哎，咱们家来客人了。谁呀？你瞧，哎呀，范先生真是贵客临门，请坐。哎，凤仙呐，你陪范先生坐坐，我去沏壶茶去。哎，不要客气了。哎，请坐呀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长得跟你很像，像极了。我哪比得上人家呢，他一定挺俊的。你比他好多了，纯洁多了。府上就你们母女俩？还有我三叔，就是给我弹弦子那个。你父亲呢？死了好几年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抛头露面出去唱大鼓呢？先生，您在哪儿做事啊？我还在念书。那您是大学生啊？哦，您念那么些书，将来一定可以做大官的。不，我不想做大官，只想将来在社会上好好的做点事情。这张相片是你？像不像我呀？像，是你当学生时候拍的。当我爹一死，我就再也没去福味上学了。这些年来一直想在念书，可是哪再念得起呢？只好拍了这张学生相片给自个儿看看。啊，读书是件好事。啊，你是不是真的想上学呢？想又该怎么样啊？范先生，喝杯茶吧，这茶是刚沏的。坐坐。谢谢伯母。哎，别这么叫我，我可不敢当啊。哎，空了多去捧捧我们凤仙的场啊。沈姑娘人很聪明，让她多读几年书不好吗？读书那得多少钱呢？像我们这种穷人家，那真是做梦了。要是您答应，我可以帮助他的学费。不瞒您说，范先生，我们这一家子就靠凤仙一个人挣钱，大伙儿才有吃有喝。要是他去读书了，哎，我们靠什么过活呀？这样吧，你们家每月需要多少费用，我还负担得起。萍水相逢，这怎么好呢？只要让沈姑娘好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尽力帮忙。傻孩子，你怎么哭了？妈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太高兴。范先生既然是一片好心，我要是不答应倒显着我太不独事了，可是叫我们娘俩怎么报答呢？啊，伯母，快别这么说。沈姑娘，明天我去给你打那学堂的事，一有消息我就来通知你。啊，
明天就走了。啊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在这儿找人吗？哎，不不不，你住这胡同？不，拐弯就是。啊，哎，你扎药？嗯，我爹那次给兵打伤，一直就没好。啊，伤得很厉害，我跟你一块去看看。啊，啊，到了。啊，小弟小妹，快要吃饭啦。干什么？走啊，范先生，我们住这儿。啊，好吃吗？爹，爹，你看谁来了？关大叔。啊，范先生，你那天受的伤还没有好啊，会不会是内伤啊？什么话，就凭那一枪罢了，能伤得了我？哎，没事没事，看着走。哎呀爹，你不要冲好汉喽，着了凉又是我的事儿。你这个丫头。哎，别说，还真亏了他，上当了上药全靠他，身边要没这个闺女还是真不行。爹，你说这些干嘛呢？也不怕给人笑话。范先生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俗人，说说怕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我怎么会笑话你们呢？大叔是个直爽的人，又是个硬汉，我打心里面佩服。你看是不是？喝茶。我眼里头不会看错人的。大叔，你的伤虽说不要紧，还是找个大夫看看的好。大夫？有那个闲钱，我不会去喝两盅。看大夫的钱，我可以。不，小兄弟，不准掏口袋。你有心来看我，这份盛情我心领了。说到帮忙，我万万不能接受。我关寿峰不是那种要人可怜的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，怎么说都不成。范先生，我爹是个硬骨头，他说不瘦就不会瘦的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就是了。好吧。爹，你怎么还没喝药呢？还喝？我的病不是已经好了吗？怎么又去抓药了？啊，哪儿来的钱？李大婶那儿借的。哼，又跟人家去借钱。哎呀，你就不要管这些了，身体要紧，喝了吧。好好好好，我喝我喝，给我倒一碗凉水来。哦，大叔，我走了。坐一会儿吧。坐了，改天再来看你们。好。
天咱们天桥见啊。多坐会儿了。啊，不了，不坐了。不送了。是个有心的人。老少爷，何小姐来了，要见您呢。现在？哎。这个时候，哎，表少爷呢？还没回来呢，您请下去吧。哦，你就说我已经睡了。表少爷，这不好意思吧？何小姐每天来几次电话，您不在我都给回掉了。现在人家亲自来了，您好意思得罪人家吗？嗯，好吧。家树，我这样称呼你好不好？啊？好，请坐吧。啊，不坐了，你这冷清清的，还不如到北京饭店去坐一会儿呢。啊，何小姐，这两天正赶上我考试，忙了一点，请你原谅，我不能奉陪了。考什么呀？叫我爸爸打个电话去好了。不要，不要。家树，我来过几次，打了几个电话给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你怎么不回个电话给我呢？啊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这个人。好了，不打搅你了，你念书吧，我走了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家树。嗯。等你考完了，打个电话给我，咱们到西山去玩去。啊啊，好，再见了。再见啊。您请。哦，你先到里边坐会儿去，我这就来啊。哦。妈呀，这是范先生给我们的家用啊。奉献呐，你瞧范先生待咱们多好啊，你可得好好念书才对得起人家。我知道。哎，嫂子，这么多钱呢、啊？哎，就一块啊，那怎么够抽烟喝酒的呢？这是人家帮忙咱们的家用，怎么可以乱花呢？家用就这么点儿？咱们奉献也卖得太贱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，胡说八道。
啊，不说不说。哎，再来一块。没出息。怎么样？你进步得很快。都是你帮我的。你回去功课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怎么这就走了？我怕耽误你念书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上屋里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这样秘密啊？你坐下，我跟你说。哦，你说吧。我想问你，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家在杭州有一个母亲，还有一个叔叔是开银行的。我不是问你这些个，我是问你，你有没有？哦，我懂了，当然有啊，还有。还有些什么人？还有我自己。哦，你成心逗人家，我不来了。谁让你整天追问这些个？人家问你当然有事了。好，你说吧。我想问你要两样东西，不知道你肯不肯给我。哪两样东西啊？第一，我想问你要张相片。要来干嘛？因为我这辈子除了我妈以外，就属你对我最好了。我要把你挂在墙上，整天像菩萨一样的拜你。哎呀，你要把我挂在墙上，还不把我冻死饿死了。瞧你，人家说的是相片啊。那当然行，相片我一定送你。第二呢？我想问你要个戒指。那很容易啊，不过戒指有什么用呢？不如我送你手表。你呀，你真傻。我傻？是啊，我真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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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肯送给我吗？送，我一定送。凤仙，你真的肯嫁给我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要你这傻子。我傻？嗯。你傻！你再说我傻！我说你傻！你傻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瞧，我刚给你们煮好的面。伯母，我不饿，我走了。你那两样东西，过两天我一定给你送来。那你慢慢走吧。走了以后，爹的病一直都没好，而且越来越重。我，你不要着急，是我说过两天来看的，一直就没有来。我要是早请大夫看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哎，都怪我不好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。请大夫看过了没有？看了一两次。后来因为没钱了，所以哦，你看着大叔，我去请大夫。
不要紧吧？很严重，不过只要好好的治疗，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尽量治疗，一切费用我负责。你要的第一样东西我带来了，你的照片。我一定好好的挂在我房里。还有，这是你要的第二样东西，是这个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你替我戴吧。戴这个呢，表示独身不嫁；戴这个，就已经订了婚了。你是不是要戴这个？你好坏呀！我要戴这个。这一戴上去，那就说你是我范家的人了。你仔细想过没有？真的决定了？我早就决定了。关姑娘，大叔的伤好了没有？好多了。就是沈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早就认识的。原来你们认识。我们走了，替我问候关大叔。过两天我来看他。不用客气关姑娘，范先生，大叔好了。好。爹，范先生来了。大叔，您完全复原了。不好怎么能够练功夫呢？走，咱们屋里坐。回去了。来，请坐。走吧。大病了一场，还是要多保养一点要紧呢。老骨头没问题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场病可真亏你帮忙。你这个人呢，没话说。小事儿，不要把它搁在心上。大神，虽说你刚生了一场大病，可是刚才我看你练功夫还真行。这是唬唬人的小玩意儿，又不是什么真功夫。真功夫啊，你还没见过的。可不可以露两手，让我见识见识？我老喽，还是让我的闺女来吧。小猪，爹，来露一手给范先生看看。啊，让我见识见识吗？不要紧的，范先生又不是外人。啊，好吧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功夫，关姑娘。大叔，真看不出关姑娘挺秀气的，也有这么好的功夫。你娃娃家尽管有一身功夫，有什么用呢？范先生，我是个直肠直肚的人，你呢，也是很痛快。我有句话想跟你谈谈。大叔，有话您尽管说。你娶过亲没有？我还没有娶亲。哦，你看我闺女人品怎么样？关姑娘，人品好，性情好，没说的。爹，叫你别误人家这些个呢。我问你一句话，
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我想把秀珠许配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真对不起，我刚跟人家订了婚。哦，那个姑娘大叔恐怕也认识，就是以前在天桥唱大鼓的沈凤仙。沈凤仙当然认识，他们娘俩都不错。哎，你可得当心，他那个三叔可不是什么好人呢。我知道，以后请大叔多多照顾他们一点。你放心好了，别说他是你的人我得照顾，就凭我跟他们家认识，我也不能让他们吃亏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傻丫头。爹提错了亲事，说错了话，也用不着哭啊。沈凤仙是个好姑娘，范先生娶了她，你也应该替她高兴。来来来，擦擦眼泪啊。来吧。恭喜你了，范先生。不用了，大叔，我走了。啊？哎，我来送你。何小姐，你还我什么？你自个儿心里有数。什么事生那么大气啊？问你呀，昨天我爸爸生日，亲戚朋友都知道你会来，等着要看你，结果你连人影都没有，你这不成心丢我脸吗？我？你爸爸生日？哼，你别装傻了，快还我。是不是这个？谁稀罕这个呀？把相片给我。相片？什么相片？我的相片。你不要少说，你藏着我一张相片。何小姐，那不是你的相片。我不信，你拿给我看。这是谁呀？他叫沈凤仙，我和他。何小姐，何小姐，何小姐，范家树，你太气人了！天下男人不是你一个，你太无情了。什么事得罪他了？要不是我得罪他，是他要和我绝交吗？警官的电报，表少爷，您的电报。这次我回杭州去，一方面是看我妈的病，一方面我把我们的婚事告诉她，妈绝不会反对的。一有消息我就写信告诉你，替我问候伯母，希望她老人家的病早一点好。啊，你路上保重啊。我会照顾我自个儿。你进去吧。
老魏见了。哎，有空上我们那儿听书去啊。好，一定一定。哎，这我会了。哎，给过来给过来。哎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三爷。买卖好吗？还好。给我来400元。好好好。够了够了够了。哎，嘿，哟呵，三爷，黄爷，你发财了，做了官了，这还不是靠乐器一点福气？哎，坐坐，喝两盅。三爷，预备好了，摆这儿，摆这儿。哎，不，这摆这儿，搁这儿。哎，这。这算怎么回事呢？乔乔还跟我客气是吗？咱们是老朋友了，又是老街坊。那我不客气了。这没说的，我谢谢了。哎，没说的。黄爷，这您总算出头了，收个徒弟，嫁个师长，您这老泰山后半辈子享福是享定了，哪像我。还是得哀求啊。哎，喝酒喝酒啊。哎，你们凤仙姑娘最近怎么样？不唱了。怎么了？教个大学生。哦，怎么会教上个大学生呢？别提了。这小子还不一定有什么钱。哦，三爷，现在有个好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这件事要是弄成了，你就可以做官发财。好，那您说，您说。我的女婿李师长啊，要找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给张大帅。哦，哎，我今儿个一见到你才想起来，你们家的凤仙姑娘，倒是挺合适的。那您看我们凤仙行？哎，要是凤仙姑娘肯嫁给张大帅呀，嘿嘿，三爷，那你这个后半辈子是升官发财，金银财宝滚滚而来呀。黄爷，您得多帮忙，您得多帮忙啊。嫂子，我刚才在酒馆里看见乐琴的师傅黄国生了，真神奇，人家做了副官了。做副官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靠着乐琴给人家做姨太太。做姨太太，做姨太太有什么不好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，谁不叫他一声师长太太，多威风啊！你看我们凤仙，这算什么？就凭那个姓范的贴点钱，你就跟他一辈子。三叔，你怎么了？我又没得罪你。哎，要是你也嫁什么长什么长的大三叔，你这喝醉了。凤仙，你别理他，你又灌饱了黄汤来做发财梦了。我们虽然是穷，可是穷得清白，荣华富贵有什么稀罕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凤仙跟家叔订了婚，你还啰嗦什么？哟，我看你们娘俩的心呐，都卖给那个姓范的了。哼，亏你还是叔叔讲得出这种话来，整天就知道伸手跟我要钱。月琴的事以后少提了。哎，可是人家月琴还惦记着凤仙呢，还说要接你上他们那儿去玩呢。你说是不是？啊，你是说凤仙呐？啊，哎，他倒是合适的。你们在说谁呀？ 我们从前的邻居啊，是唱大鼓的，师长，她比我年轻，比我漂亮的多了。哦，真的？绝不会错，真是个美人，我相信大帅一定会喜欢的。是啊，大帅一定会喜欢的，这是人见人爱，又给我找着了。哎呀，那你快去把他找来呀。是，慢点。
你骗他说你请他到这儿来玩。是。哎，干脆把他接到大帅府去。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啊！哎，黄爷，您来了。三爷，哎，您请坐。哎，甭客气了。哎，凤仙，您。怎么我你您是黄大叔啊。是啊是啊，您穿这身军装我差点都不认识您了。这个黄先生您，哎呦大嫂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啊。托福托福。哎，请坐请坐。哎，大嫂，月琴呢老惦着凤仙，今儿个说什么也要我接她回去玩玩。这你看人家月琴是真好，当了师长太太还想到咱们。哎，你真应该去玩玩。啊，我还要做功课呢，晚上回来做不是一样吗？哎哎，黄爷，我们现在高攀不上了。哎呀，没得话没得话。月琴呢是诚心诚意要我来请的，他们俩好久没见，今儿个见见面，姐俩也好亲热亲热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车就在外边等着。哎，凤仙，总得赏个脸吧。凤仙，我看你还是去一趟吧，人家是一番好意，不要得罪人家。哎，妈，那么你就去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对对，姐俩也得好好谈谈。那么我去换件衣服去吧。好好。请啊，沈姑娘，请啊。沈姑娘，请坐。啊，哟，大妹子，你真是赏脸，我还以为请不到你呢。姐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哪有什么事啊，来坐坐坐，来来呀。坐啊。我们从小是街坊，一块长大，同台卖艺，天天在一起倒不觉得，现在我嫁了，一分开就是好几个月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想你呢？啊，大妈三叔好吗？好，托您福。哟，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呀？哎，来人呐，怎么不倒茶呀？是。大妹子，说一句不好听的，我自从嫁了李师长，还真怕街坊们看不起，所以我压根就没敢回去看你。其实呢，女人归根结了总是要嫁人的，谁都一样嘛。虽然在名分上我是这个，可是我们李师长对我还真不错呀、啊、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白天逛逛市场，晚上听听戏，逍遥自在，总比嫁个穷光蛋成天啃窝头强的多了。说正杆的，像咱们吃开口饭的，到哪年才能出头呢？大妹子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啊，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要说这些话吗？啊，不不不，待会儿我还有事情跟你谈吧。坐坐呀。不去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大
妹子，大妹子，你忙什么呢？等吃了晚饭，我派车子送你回去。不，我妈还等着我呢，我得走了。怎么？刚来了就要走？大帅啊，我给您介绍，这是我大妹子沈凤仙。凤仙儿，凤仙儿，见过张大帅。大帅，好极了。这是李师长，我丈夫。李师长，沈姑娘，月琴一直提到你，今天能看到你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对。那也太高兴了。请坐坐坐坐坐。凤仙请坐。我们大帅呀，最豪爽最好客，到了大帅府里就像到了自个儿家里一样。对对对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啊。大帅府行吗？好啊。丁副官，有叫他们预备点心哦。是啊，姐姐，我回去了。别介，大帅刚才跟你预备了点心，这样不是辜负了大帅的一番盛意吗？哎，你要走，你就是看不起啊。不，我还回去做功课，明儿还上学呢。上学？哎呀，上什么学呀？俺就没上过学。哎，学堂要是为难你啊，俺就封他的门。沈姑娘，明天是礼拜，你还上什么学呢？啊，好，你吹牛吹牛，礼拜天学堂关门，哎，你可瞒不了俺、啊哎。你怕什么？不认识大帅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老虎，可是跟他待长了，就知道原来是个纸老虎，对不对，大帅？对，俺是个老粗。你别看俺长相难看，可是跟心眼不坏。嗯，今天俺特别高兴，来来来来，打他奶奶八圈。对对对，打八圈。我可不会呀、啊，不会不会，不要紧，来来，用俺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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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得不错嘛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的手可真好、哎，谢谢你夸夸，我们还是打不过他。是的。哎，马白，马白，马白，好，真好。值谁子？哎，打色，打色。五、哎、啊，那配那配啊，两对儿啊！哎，拿哎大哎，哎，哎，多了、哦，大妹子，不能再拿了，再拿就要做大相公的。哎呀，这张给这张，这张，哎哎哎哎。哎哎哎！南风要不要啊？大帅，啊啊！您怎么不抓牌呀、啊？哦哦！哟，大帅，您怎么头一张牌就打不出来呀、啊？哎呀，俺这个牌好难打呀！丁副官，哎呦！来看看俺这个牌该怎么打、啊。是，该怎么打？您打六筒。哦，六筒。六筒碰，碰六筒，三万。七筒，吃几筒？六条。哎，沈姑娘，哎，
有悲有怒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啊，凤仙，大帅是说你手上的珍珠戒指皮儿又白，光又好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让俺再看看。哦，这个珍珠嘛倒是不错，就是太小了啊。那么大帅改明买一颗大一点的珍珠送给我的大妹子。行行，明天俺就买一串珍珠项链送给你，你喜欢吧？啊哟，大帅您这么赏脸还能不喜欢吗？我的大妹子啊可真有福气了，还不快谢谢大帅。哎呦哎呦，害羞了害羞了啊！来来来，还是打牌吧，哎，打牌打牌啊！打什么？北风，五万。大帅，沈姑娘九张落地了，清一色要包的。哎，要包哦。嗯，逼着我打牌赢了。你会打牌？我哪会呀、啊、他们教我的。谁呀、啊、月琴跟他那个师长，还有一个张大帅。张大帅？是啊，月琴接我到大帅府去了。哦，一定是张德柱张大帅。哎，是。我乍看见他心里直害怕，想走，月琴硬拉着我不让我走。凤仙啊，你怎么跟他们去打牌去了？这幸亏是你赢了，万一是你输了，咱们可拿什么给人家呀？哦，他们先说打着玩的，后来打完了又说我赢那么多钱，我哪知道呀？嗨，你可真糊涂，他们这些做官人家我早就说过，咱们高攀不上，他们打一次牌啊够咱们过好几年的，以后可千万别再去了啊。嗯，哎，嫂子，人家瞧得起咱们，去玩玩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们哪有那么多钱输啊？凤仙不是没输，赢了这么多回来了吗？要是输了怎么办呢？凤仙啊，家树对你这么好，让你去念书又照顾咱们一家子，你已经是他的人了，万一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去，那多不好。现在我们也不唱大鼓了，犯不上跟这些个做官的来往，他们不会安什么好心眼的，惹上了麻烦可多着呢。嫂子，你真会多心，人家叫凤仙去打打牌玩玩，你又想到哪儿去了？凤仙的事不要你管。嗯，好，不管。凤仙，什么师长家呀大帅府啊，以后可千万别再去。我知道，妈您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去了。他奶奶的，这个大闺女长得是有背有泪，简直像水蜜桃一样，俺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去。只要大帅喜欢，那还不容易，过两天把她找来好了。哎呀，俺等不及了，赶紧把她找来呀、啊！要他上钩，总得给点甜头。甜头？上次打牌的时候，大帅不是答应送他一条珍珠项链吗？哎，对，丁副官，哟，赶紧买条珍珠链给他送了去。是，要好的啊。是。
凤仙呐，家属的信上怎么说？老太太的病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哎，谢天谢地。哎，有没有提起你们的婚事啊？他跟他母亲提过了，他母亲挺赞成的，还给您带好呢。哎，家属真是好，我有这么个好女婿，哎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哎，你有这么个好丈夫，也该称心如意了。哎，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就这几天啊。沈姑娘在家吗？沈姑娘，丁副官。沈姑娘，大帅派我送东西的。你看这个是大帅昨天答应送给你的，请你收下。哎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哦，大帅还说，请你马上去。对不起，我女儿今天有事走不开，不能到大帅府去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收下，请带回去。哎，这哪成啊，大帅送的东西哪能退呀？我们跟大帅非亲非故，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？哎，大帅的一番好意你们别错会了意思。大帅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还是请您给带回去吧。这哪说这哎，我说沈姑娘，你这是一定不肯去见大帅了啊？是的。那么连东西也不肯收？是的，请您给带回去。这哪成？这哎，他奶奶，好大的胆子，敢退回俺的东西，真是不识抬举。报告大帅，这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地点不要脸，丁副官，马上预备着就绪。是，我给他的眼神看看，他不知道俺的厉害，他奶奶的！快点，进来。来，快问。这屋子住几个人？三个。你是姓什么的？沈黄氏。谁是沈三弦？我是。干什么的？弹弦子的。谁是沈凤仙？是我。干什么的？念书的。那户口上为什么报的是唱大鼓的呢？以前是，很久不唱了。谁管你很久唱不唱，户口上报的是唱大鼓的就得唱。告诉你，大帅府今天晚上请客，有堂会，要你们马上去。他现在是学生了，怎么能再去唱堂会呢？学生有什么了不起？哼。大帅叫你去唱是给你面子，你敢不去？哼，把他放进来。是。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去。少废话，快点。哦。凤仙，我跟你一块去。那我去拿个弦子，快点。了啊，桃园山呐、啊，三个山呐、啊，四句发财全到了啊，包一对呀，两个，还有数量。赔。报告大帅，那个唱大鼓的沈凤仙押到。女学生啊，
呸！唱大鼓的就是唱大鼓的，帆船皮袄装什么样啊？有他奶奶的，你学生了？你学生怎么样？皇上都让俺撵跑了，给俺唱，唱的俺高兴算完，唱。是，奉先，来吧。别生气，别气坏了身体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奶奶的，一个唱大鼓的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咱们还是喝酒。他奶奶的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啊！哎，敬一杯，敬一杯，来。是一个乾坤正义先烈的贤良，他活成是无数。住嘴！他奶奶，你唱什么？你是指的土子马和尚？你倒是俺听不出来啊！说，是不是马鞍？我哪敢骂大帅呢？我从小学艺。师父怎么教的我怎么唱，大帅又何必多心呢？那你怎么不见段好听的唱？我哪知道大帅你喜欢听什么啊？这大帅您喜欢听什么？您自己点一段。喂你娘，你不知道爱不识字。大帅你喜欢什么吩咐就是。那么给俺唱一段二八的俏佳人来。哎，俏佳人，哎，叫什么响？大西厢。哎，来点大西厢。是，沈姑娘好好的唱，唱好了大帅有赏。你要高高兴兴的唱，俺要你给俺跳着唱。孤孤单单，冷冷清清，困困牢牢，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，低头不语，默默无言，咬耳受损，也写着他的姓言，手儿托着他的腮帮。您要问这莺莺呀，得的本是什么样的病？忽然间我就想起了，那就是蟑螂，我就想着
吃不下去饭碗饭，盘张囊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，汤不是汤来呀，那是奴家我的饭。你瞧饿得我前来心贴在了后墙，你们谁见过这十七八的大姑娘，她走道儿拄着拐棍，这个姑娘要是离了拐棍儿啊，怎么样呢？手儿就得扶墙，墙打着我的精神啊，我就走了两步啊。哎呦，可不好了，大红缎子的绣花衫，这个底儿怎会就挡得了棒啊？沈姑娘这下给大帅消了气了啊！沈姑娘唱的真不错，哎，大帅应该有赏。哎，对，应该有赏。上生嘛，俺送给他的东西都给俺退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说俺生不生气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。沈姑娘还不过来给大帅敬酒，赔个不是啊？哎，过来，来呀！哎，来来来来，给大帅敬酒！来来来来。哎，大帅，是我错了，有什么得罪地方，请您多多包涵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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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大帅，您请喝酒。来来来，大家也敬大一杯，慢着。既然认错了，哎，你们说该不该罚他？哎，该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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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喝？怎么不喝？我真的不会喝。大帅，我们姑娘从来就不会喝酒，即使您大帅赏脸，小人替她喝了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，配喝俺的酒？丁副官，拉出去枪毙！是。大帅，大帅饶命！大帅，大帅饶命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！大帅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他吧！您心情好，您饶了他。三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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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叔啊！去！大帅，大帅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他吧！慢着，大帅，您看沈姑娘哭得像黛玉梨花似的，多可怜呐！您就高抬贵手，饶了她这条狗命吧！啊，大帅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饶了我们穷人一命吧！现在你给俺凑清了啊！你眼睛里都还有个，沈姑娘是个聪明人，哪儿敢瞧不起大帅的？您要是放过他这一次啊，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的。好好好，让他滚！哎，还不快走啊！谢谢大帅，谢谢大帅，回来。你回去告诉俺娘，就说俺喜欢沈凤仙，俺要留下她做俺的六姨太太。还有王法吗？这简直是强抢民女。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，关大爷，请您给想个办法帮帮忙吧。爹，你干什么呀？先下手为强，
我要到大帅府去杀死那魔王，救出沈姑娘。爹，大帅府的卫兵那么多，不是一个人可以救得出沈姑娘的，万一失手了反而误事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再商量一下。哎，是啊。凤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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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伯母，我回来了。你，伯母，你好吗？凤仙睡了。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伯母，伯母，伯母，谁？是我呀，表弟，你开开门嘛。表弟，为了你的事情我们很着急，所以来找你谈一谈。表弟，瞧你也不多穿件衣裳，路上已经够辛苦的了，再要着了凉不怕生病吗？家叔，无论怎么样你身体第一要保重啊。谢谢表哥。表弟，张大帅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，沈凤仙既然落在他的手里，那就是羊入虎口，你可千万不能冒失。君子要知道明哲保身，万一出了点事，表弟，小事会成大事，到那个时候你会后悔的。我现在什么主意都没有了，我只想见见凤仙。哦，那容易，你只要见到一个人就等于见到了他。不，表嫂，我爱凤仙是爱他的心，不是爱他的脸，我不要见何丽香。范家叔，你太无情了。何小姐，何小姐，
咱们以后不会再见面的。你听清楚了，我何丽霞爱过你，想过你，也等过你，谁知道我连唱大鼓都不如。早知道你还是这样，我们打电话请他来干什么？你太无情了。没想到我回去了几天就会出了这样事。关大帅，我现在只想见一见凤仙。大帅府门禁森严，你怎么进得去？不知道现在凤仙怎么样，他在大帅府已经3天了。这样吧，我先想法子混进去，见到了沈姑娘再约她出来跟范先生见面。你一人怎么进得去？我看干脆今儿晚上咱们爷儿俩混进去，把这个畜生给宰了，然后把沈姑娘救出来。打死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真没出息，大帅府还不好啊？你去了一天就跑回来了，你这个死丫头，大帅是天人的，打死你不行吗？那死丫头，不是我不跟去，那个大帅他动手动脚的摸我，摸你有什么关系呀？我少了一块肉啊！你这李大婶，丫头下手了！李大婶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帅府啊，要请一个年轻的佣人，我就托了这位刘大妈，好不容易把我妈翠给请了去，谁知道这个死丫头不到一天就跑了回来了。我知道进大帅府很难的，要不是我里头有熟人，谁能进得去啊？你不过伺候大帅太太一个人，这种事儿上哪去找去？你这个孩子真是太不懂事。报告六姨太，刘大娘带人来上宫来了。进来。太太，太太，我是来上宫的。您看这姑娘行吗？行。太太，您要是喜欢的话，那么就让她留下来。好，留下吧。谢谢太太，好好的伺候太太。哎，跟我来。啊。秀姑娘，我真想不到是你。亲一点。我妈他们怎么样了？哎，这次可把沈大妈给急坏了。范姐从杭州赶回来了。她回来了。他听说你进了大帅府，急得不得了，他希望能够见见你，所以叫我到这儿来。凤姑娘，别难过了，事到如今，总得想个法子去见见他呀。我还有什么脸见他呢？你的事范县都知道了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今天晚上他在青年店等你，你一定要去见见他呀。这辈子是见不到他的了，这守卫森严，大帅寸步不离，叫我怎么能走得出去呢？大帅，去天津的火车快要开了，您准备启程吧。那奶奶的，开会开会，成天就开会，俺不去了。大帅，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，时局相当严重，大帅，我看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。丁副官，哟，打电话给火车站，叫火车晚开半个钟头，等着干啊！是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刚来的工人。好好，选备的小脸蛋儿，不错，不错。今天俺到天津去开会，你要好好的在家里等着俺回来。你要是不听话，当心俺回来整你。
你好好的伺候太太啊，俺回来用伤。是，报告，汽车预备好了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知道俺要走了，你皱着个眉，哭丧着个脸，像死了人一样。俺要图个吉利，来来来，给俺笑一个，笑啊，笑一个。凤姑娘，这是个好机会，趁他去了天津，今儿晚上正好去跟范先生见一见。放心，你少哭了，不要哭，让我看看。放心，你不要难过了。家属，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爱你。不不，我恨不得我去死，我再没有脸见你了。凤仙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责备自己，我不会怪你。还给你，我这辈子怎么也配不上你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不清不白的身子怎么还能跟你在一块儿呢？这不，凤仙，我不会嫌你的，只要你还爱我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就走。马上跟我回杭州去。今天正好他去了天津开会，你先去通知我妈，我回去把秀姑带出来，大家一起走。好，我在关大叔家等你，你可要小心呢。我知道。那你快走吧。刘姨太，你回来了。慢着，到厨房看看，刘姨太太的参汤炖好了没有？是。
鼻梁，要不是铁道坏了，俺就戴上绿帽子了。他奶奶的，你让俺当王八，俺就要你的命。哎这年头做人可甭太认真，认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。打我一迈进大帅府，耳朵里听的，眼睛里看的，哪一状不是血泪史，哪一笔不是血腥债。太太，不是我这儿说风凉话，您呢已然到这种地步，就算哭瞎了眼睛也是白打。所以我说呀，您呢还是看开点好，人早晚离不开死。这个魔鬼，杀人不沾眼的魔鬼，看着他能横行到几时。俗语说得好，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讲不清。太太，您还是吃饭吧。帅，是您。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？我在伺候大帅。你真乖啊。大帅喜欢你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陪俺啊。啊，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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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帅那亲个嘴。亲嘴你来干什么？我是唱大鼓来的。那不要停，给俺跪。我笑着唱。二八大叫家人来住啊。住嘴，混蛋。你不爱听这个，我唱别的。啊，不要听了。
滚，快滚！那我上哪儿去了？我现在已经是大帅的柳姨太，谁还敢要我？柳姨太，啊，柳姨太，柳姨太！你这个疯婆子，看见你俺就讨厌，你不归俺就枪毙你！枪毙我！枪毙我！早晚是一死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鬼，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疯婆子，是想搞死啊你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管住！哎，他奶奶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帅，大帅，别理他，他疯了，叫人把他拉下去。没那么便宜。大帅，我陪你。丁副官，住！把他关起来。住！快点，救救你！把他关起来！我不敢了，不要枪毙我！哼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别理他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小宝贝儿，别害怕啊，俺疼你。现在俺生你做俺的六姨太太，大帅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喜欢，俺不吹牛，说喜欢就是喜欢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大帅，嗯，我有件事想请求你，行吗？行行，别说一件，就是一百件、一千件，俺都答应。大帅这么喜欢我，我们穷人家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我想明天告诉我爹，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，然后再跟大帅。哎呀，俺等不及了，今天跟明天还不是一样吗？不，我们乡下人有个规矩。规矩？什么规矩啊？大姑娘出嫁，要点大红蜡烛。哎呀，真烦死人了！俺讨了这么多老婆，从来就没点过大红蜡烛。不，大帅要是不答应我。我死了也不肯嫁给你。他奶奶的，三更半夜叫俺上哪里买红蜡烛去？明儿晚上也不迟啊，你还怕我会飞了吗？哎呀，真急死人了！好，明天就明天，可是明天你不能反悔哟。我已经在大帅的手掌心里了，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是我害了他。全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约他一块逃，也不会害得他挨打发疯。哎，现在别讲这些了，救人要紧嘛。是，还是先把凤仙救出来要紧。啊，爹，嗯，不晓得五爷肯不肯帮忙？不要说去救人，就是火里水里，他们也敢去。
的闲言，我们到后边去。啊，走一趟。要求的俺都做到了，现在该答应俺了吧？啊！哎呦，大帅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手枪。哎呀，我怕。大闺女没见过这个玩意儿，害怕是不是？哎，好，俺治了他。现在该放心了吧？来，俺亲个嘴儿。大帅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还急什么呢？入了洞房了，俺还不急呀、啊！啊，大帅，我敬你一杯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喝一口，哎，喝喝吧嘛。啊，大帅，您喝酒呀？你别看俺是个老粗，俺知道洞房花烛大闺女害羞是不是啊？好了，不早了，来来来来来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啊！你忙什么呀？哎呀，快去睡觉了。嗯、啊，你等等，我就来啊。我进去一下，你别走开啊。Thank you.
子哥！小门前，大帅，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给个。哼，今天你逃不了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给个。你疯了？哼，我没疯，疯的是你。你这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的魔鬼，这些年来多少老百姓给你害得家破人亡，多少清白的女子牺牲在你的手里，告诉你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凤仙，家树，好了，你瞧，大伙儿都在这儿呢。姐姐，沈姑娘，不要紧，没事了。要不是关大叔跟秀珠，你早就没命了。关大叔，妹妹，谢谢你们。姐姐，好好调养吧。范先生，愿你们白头到老。我们走了。啊，范爷，你们还是早一点离开此地的好。妈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关大叔他们才好。关大叔，嗯，您上哪儿？我，浪荡江湖，四海为家，咱们是后会有期。